承诺，你这样做也太让萧剑伤心了吧！我要是不这么做，我还能怎么做？哎呀，我是说啊，你就不应该采取这么极端的方式。我只有用这种方式才可以跟他分手。这也太突然了吧！连我心里都没有一点思想准备，你说萧剑，他能接受得了吗？ 这萧剑也太可怜了，更可怜的人是我。承诺，你想一想，在这个时候你跟他说这个，万一他要出点什么事儿，我……韩大夫，求你别说了，求你什么都别说。哎，承诺，来，慢点，慢点，慢点，别激动，来，慢点啊！哎呀，先歇会儿。 歇会儿啊！哎，什么也别想，先把药吃了。来，吃药。 说过嘛，你是总兵，不能激动。好了，来吧，来吧，站着。哎哎哎，老婆，哎呀，松手，松开！行了，哎呀，你干嘛呀？别这样啊，老婆！真是的，老婆，哎呀，你干嘛呀？下来，你上来，上来。车上没有空位子。好办，我坐着，你站着。哎呀，旅游团是不能超员的呀。也好办。 你在下面待着，我在上面坐着。不，那我是旅游团的人，更好办，划掉你，换上我。我这不是引狼入室吗？我这老公，你这叫请神容易送神难。不，你上来吧。上来呀！哎呦，哎，各位，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这是我屋里的啊。爱妻。 嫂子都到了啊，嫂子，哎呦，哎呀，你就是那大和尚家谭青吧？是我是谭青。哎呀，去去去，我就是来看你的，谭老师，你知道我多喜欢你吗？ 刚死！只要你在电视上一露脸，我就把这电视不松手。你唱，我也唱；你不唱了，我还唱。谭老师，你知道我多想见到你吗？只是在梦里见到过你两回，哎，跟真人一样。这回和好了，跟真人在一块了，就跟假人一样。谭老师。 这回无论如何，咱俩也得照个相啊！没问题，一定逗你照相。哎，等我回到村里，拿着照片，到处给姐妹们看。哎，要不你先坐着，那个一会儿下了车我跟你照相。那我坐哪儿啊？去！哎，你这，你老公，你这，老公，你坐这，你干什么呀？来，我让给你，来，我给你，来，啊哟。 谭老师，你们两口子吧？是。瞧我这眼神，一瞅一个准。要不的话，他咋那么听您的话呢？走吧，你少说两句啊！你少废话，我才刚开始呢，我去。哎呦，你可真有福气啊！找个大歌唱家当老婆，这不愁吃不愁穿的，还天天唱歌给你听，多好啊！ 你家李先生也很有福气啊，找了你这么一位好夫人，多好啊！哎，这可让你说对了，你别看我们家老李长得粗老笨壮的，可会疼人了。走吧，走吧，走吧，行行行。老公别废话，打个出租，后面跟着啊！去去去去去！来来来来，算了，叶先生，好，谢谢。那个不好意思啊，你坐我的座位吧。没关系，你坐，你坐吧啊。过去。哎，好了，我们的人到齐了，可以出发了。陈导游。
我还是打个出租车吧。啊，没事，还有座位。哎，我不能破坏旅游团的规定啊。那行，没事没事。哎，我说，哎，你当心啊，跟着点啊。贝哥，咱们现在出发吧。好，好，大家坐好了啊。小倩，你干嘛呀？大家好，我叫肖剑，是陈诺的男朋友。今天我在这儿呢，要给大家宣布一个消息。什么消息啊？咱们旅游团啊，后边的日程当中呢，有一个景点是九华山，那里是佛教圣地。我俩决定呢，在九华山举办我们的婚礼，请大家参加。好，好，喜事儿啊！哎，天大的喜事儿啊！哎，大家鼓掌，鼓掌！呀、哎，真的吗？太好了，那我和原野也要在九华山补办一场婚礼。去！太好了，太好了！我有糖吃了，我有糖吃了，奶奶，我有糖吃了。好好好！我这次来啊，真是不得了了，参加了婚礼。还见了大歌星，真是大丰收啊！耶耶耶！恭喜恭喜啊！哎，陈诺，这么大的事儿，怎么从来没有听你说过呀、啊？咋的啦？被晃了吧？那人陈导游啥事都得跟你汇报啊？你谁呀、啊、你？这太突然了嘛！哎，大家伙快看他那熊样啊！什么熊样？挺好的嘛！这，我怎么？跟在梦里似的，快家里啊，看疼不？哦，哎呀，哎呦，疼不？啊，疼！谁像你呀、啊？啥事都活得倍儿清醒，多傻呀！过过梦里的生活，那才叫有滋味呢。哎，陈导游，你不是生活在梦里吧？完了，既没滋也没味儿，既不浪也不慢。你白活了！对不起啊，耽误大家时间了。由于工作原因，我今天啊就得赶回北京。咱们九华山见，到时候我请大家吃喜糖，喝喜酒。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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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来人。庄教授，我和陈诺郑重邀请您，到时候做我俩的主婚人。好，我很荣幸。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啊！再见，大妹子，快送送咱大妹夫啊！快点，快点，就是送送吧，送送送送。什么都不会改变，你等我，保重身体。多好的人呐！介绍一下，下一站是哪儿啊？好啊，我们的下一站就是安徽省的省会合肥市，因为这座城市呢处于东肥河和南肥河的交汇处，所以被称为合肥。合肥啊，历史悠久，早在秦汉之交的时候就有了合肥县，这在司马迁的《史记》里头就有记载。合肥呢，它不仅仅是一个正在建设中的亚洲特大中心城市和全国的金融综合中心，也不仅仅是全国科研教育基地，它还是一个绿色生态城市。它是我国首批命名的三个全国园林城市之一。合肥这个地方啊，人杰地灵，出了不少的名人，像刚正不阿的包拯，清末抗倭英雄丁汝昌，洋务运动的倡导者李鸿章，
爱国英雄卫立煌，还有民国时期的军阀段祺瑞、抗日英雄王亚樵、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还有诺贝尔物理奖的获得者杨振宁等等，他们都是合肥人。这里的人文、自然还有社会景观更是灿若群星。好啊！这里的水果啊是纯天然的，很健康也很好吃。给大家20分钟自由活动的时间，之后我们上这儿集合，准时发车。好嘞，哎呦，嫂子，不打算下车买点水果啊？你干啥不下去买呀？啊，我有点累了，想歇会儿。那我也想歇会儿。摘点什么东西来，来来，你看这怎么样啊？哎，这怎么挺好的啊？哎，这个多少钱？这个呢？这个20。20？来来来来来来，多拿几个，再拿几个，来来来，别别别，这拿不合适，来这样。别客气，没事没事，拿着啊，没事。老公，这我已经拿了这么多了，这一共多少？100块钱，100块钱。哎呀，拿着，不用找，我死找来。行行行，就拿，走到那边去，走，不好意思，走吧，到那边去，咱们再买几只烧鸡什么的啊，快。钱先生，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啊？哎，来来，吃点水果，来。不了不了，谢谢。哎，钱先生，我那天给你介绍的那个人寿保险，你考虑的怎么样？啊，太贵了。哎呦，不贵，我是给你打了8折，你跑遍全北京都没这个价。真的，钱先生，你别考虑了，过这村啊就没这店了。啊，是啊，是啊。钱先生，哎，你怎么不考虑买一份财产保险？财产保险啊，就比如说你们家遭过火灾，遭过小偷，都是有保障的。哼，我穷的裤子都快没得穿了，我还买财产保险啊？哎呦，别逗了，你这没钱还怎么出来旅游啊？我这是让人逼的。啊？逼的？哎呦，这谁还能逼着你出来旅游啊？我这辈子都没有出来旅游过，临了临了，还不信我出来转转啊？钱先生，你说这话有点古怪，我也听不太懂。哎，不过这账算得挺明白的。现在呀，在外不如在家安全，这旅游事故挺多的。万一你要是那个了，还能给家里留笔钱，你说是不是？是啊。哎，那个保险你买了？快了。哎，快了。哎，哎，钱先生，哎，多少钱啊？18。哎，来来来，我来。哎，不，不用，韩大夫，不用了。你看，你真是的。哎呦，来，我来。好好。你看，老让你破费，来来吃啊、那怎么好意思啊？就是呢，我喜欢琪琪嘛。你老那么慢，慢了。琪琪，快谢谢叔叔啊！谢谢韩叔叔，韩大夫啊，庄教授，您来买水果 啊？谢谢啊，谢谢韩大夫。哎，别客气啊。韩大夫，陈东一直没下车。是吗？这样对他身体非常不利啊。你赶快去看看他吧。好，咱们一起去。
陈诺，不舒服啊？没有。陈诺，吃葡萄吧，特甜。不了，谢谢。啊，今天体温是多少啊？37度，又升了。啊，那倒没多大关系。韩大夫，萧剑太鲁莽了，您这……我是白白挨了他一拳，还疼吧？待人受过，值了。啊，对不起啊。没事儿。谢谢你的酒。什么酒啊？啊，这是我们的秘密。萧剑是个令人心动的男人，也是可以托付终身的男人。女人呢，都喜欢他，可他心里只有你。我真的是没有想到，他会冲上车来。看得出，这是发自心底的爱，割舍不掉。获得不易，割舍更难。陈诺，你不应该再有那么多的顾虑，你应该如实地把你的病情告诉他，就像你说的，他如果知道你的病情后，他一定不愿意离开你的，这样多好啊！你说是不是啊？让他和你一起与疾病去抗争。韩大夫，你的意见呢？我同意把你的病情告诉他，但是我不太同意庄教授的分析。当风调雨顺、鲜花璀璨的时候，相恋的人们都愿意海誓山盟。可遇到疾风暴雨，鲜花凋零，那些海誓山盟就会变得虚无缥缈，甚至是荡然无存。那个时候经历的痛苦，比现在更加残酷。我愿意承受这些痛苦，可是我不愿意让他跟我一起分担。当断不断，必受其乱。现在分手，你们也许还能留下一段美好的回忆。你怎么这样说话？哎呀，笑笑，来。哎，回来了。啊，哎，你好啊。好。他怎么还没回来啊？谁呀？哎，你干什么去啊？不用你管。贱货！哎，笑笑，笑笑！哎，这葡萄新鲜吗？啊，对。哎，买不买啊？先尝后买啊！你别尝起来个没完呢啊！你怎么说话的呀？啊？怎么？你不愿意听啊？你不愿意听，走啊！我还偏不走了。年轻人呐，我这可是小本生意呀，我就不信那个邪了。吃你俩葡萄怎么了？嘿，我就不想让你吃，我还就偏吃了，我就偏不卖给你。我告诉你啊，顾客是上帝，你呀，你是狗屁。哎，怎么了？我找你们县长去啊。你呀，你就是找皇帝老子，我也不怕。我告诉你啊，我爸23岁就在这儿当县长。这片土地他流过血，负过伤，没有他，你卖狗屁葡萄！你！哎呦！哎呀！哎呀！哎呀！你敢打人啊？怎么回事啊？你打人！你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你老爸负过伤，我这条腿还留在朝鲜战场上呢。走！不是，你听见没？回去你！走，滚回去！走，回去。老人家，我替他向你道歉了，别生气啊。您是？我是一个老兵啊。老兵？哎，别生气，别生气啊。老兵老哥，你看现在这年轻人太不像话了。哎呀，好的还是多呀。啊，是。哎，别生气了啊。好，哎，来来来，我来。哎，这是咱们家自己栽的，可劲儿吃啊！不，这你这小本经营，这不行，对不起，没事，小东，咱花钱买。好，真来，老人家，
这个钱你收着。哎呦，不行，拿着吧。我们先拿着了。谢谢吧，您拿着吧。谢谢，您拿着。谢谢，谢谢。老人家，多保重啊！慢走，慢走啊！哎。哟，司马大哥，你这是怎么了？让卖骨头的老头打的呗。来，让我看看。为什么呀？你问他。韩大夫，怎么样？没事吧？啊，等一下啊。别动啊！啊，我错了，错在哪儿啊？我也不知道他是荣残军人。哼，他要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呢？孩子啊，你还是没有认识到自己错在哪儿啊，好好想想啊。你的伤怎么样了？没事。坐坐坐，赶紧休息吧。看着这位曾是人民的功勋，如今靠着一根拐杖支撑着生活，可他那豪迈的精神却饱饱地充实着他的人生路程。时代的发展，现代人们的人生观、价值观都有了变化，而他们却紧紧守着那个为之信仰而丝毫不变，在他们的眼里，容不得半点沙子。哎，快看，这个城市现代花园不错。哎呦，真是不错啊！建设的太好了。哎呦，这还不错啊，还行啊，不错不错，不错不错，真不错。哎，看那个大广场。多大呀！哎，你看，真是不错啊，绿化的真好。合肥的小吃富有浓厚的地方特色，既不像北方那么臭，也不像南方那么甜，它是甜咸适中，软脆鲜香。有句顺口溜啊，是这么说的：大麻饼、玉带糕、寸金百切加烘糕、小刀面、馄饨饺、汉饺、油香小笼包、龙灯节子包油条。陈导游。把车停下来，咱们也为合肥市做点贡献。哎，是啊，大家放心吧，我呀会安排时间给大家购物，还有品尝美食的。再多痛苦总有坚持的理由。来吧，朋友，来吧，朋友，阳光下一起走，阳光下一起走。大家马上就可以看见驰名中外的巢湖了。巢湖呢，是我国的五大淡水湖之一。它不仅仅资源丰富，而且沿湖呢有七个港口，是货运干线的重要枢纽。除此之外，湖光山色还有它的名胜古迹，更是吸引了历代的豪杰和文人墨客，像古代的曹操、周瑜、朱元璋，大画家石涛，还有近代的丁汝昌、李鸿章，现代的刘伯承、郭沫若、吴邦国、杨振宁等等。他们不仅仅到这儿来游山玩水，还留下了许许多多的墨宝。随着改革开放啊，中外游客纷纷到这儿来，他们踏浪游湖，登山游塔，体味水天一色的意境。他们观花赏洞，遐想仙子、白牡丹，还有吕洞宾秘藏深山修炼的故事。他们依山临湖，品尝水仙，共话巢湖的风土人情。环顾一下巢湖，大家看到的呢是峰峦叠翠，水光山色无穷。有句话说得好啊，叫最爱秋来好风景，巢湖斜日看捞虾。夕阳西下的时候，我们看一下巢湖，波宽水远，湖中孤山可辨，真的是一片美景尽收眼底。每一天都有每天的景色，
哎，我给你们上啊，来来来，再来一张，再来一张，好凉爽的风啊，秋风习习啊，哎呀，真漂亮啊，就是快看那只鸟，哎，看见了吗？什么鸟？什么鸟啊？嗯，这是古物，哪来的海鸥啊？就是啊，怎么会有海鸥呢？来，给我们也拍张照片，给我们唱一张，我也照张吧，我也照，我给大家唱一首歌好不好？我唱一首《巢湖颂》。哎呀，太好了！希望投影是你温柔双脸，落日红香千层来，是你好汉胸坐落在凤凰基上。嗯，寺好漂亮啊！是吧？刚才那地方。好，大家请跟上。刚才那地方。好，大家请跟上。谢谢啊。你脑袋好点了吗？啊？嗨，好多了。真行，忘得真快。这点事儿，长记性了。潮人，嗯，这叫派。来，我帮你背。好，谢谢。让他自己背，让他自己背。啊，谢谢。哎，你。现在我们来到了坐落在凤凰基上面的古钟庙。Mrs. Zhuang, can you tell me what is 凤凰基？大家稍微看了一些，you know, 我来给大家。This is the 古钟寺 means Asian temple. 基是朱砂色，那么它突出数十米，深入湖中，形象特别像凤凰，所以被称为凤凰基。现在我们来到的这座古钟庙，它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庙里头祭奉的是碧霞元君，也就是泰山玉女。当我们在湖中来观看这座古钟庙的时候，就会发现它是古庙横至湖岸，凌空映波，殿高压云，庙宇楼阁重檐飞出。在阳光的映照下，这古钟庙可谓是熠熠生辉。好，现在大家可以自由观光游览，拍照留念。好 ，OK， 来开始。快走。还有水鸟呢？怎么样？嗯？太美了。哎呀，真是太美了。再来一张，别着急，别着急，来，笑笑，你笑笑，笑一笑，笑一笑，嗯，哎呀，你赶紧拍完再接呀，快，嗯，你拿着，拿着，讨厌，
喂喂喂，我帮你拍一张。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歇菜了。公司打来的。你急什么？打回去呗。对啊，我可以打回去。你二吧。喂，我是袁野啊。我是黄总啊。黄总，您有什么指示吗？你在北京吗？啊，我在北京啊。我在三环上堵着呢。那谁乱嚼舌头根子说我出去旅游了？不可能的，绝对不可能。哎，师傅，我们一会儿上机场高速啊。哎，好嘞。您看，黄总，什么设计图纸都不能用啊？要全部重新设计啊？不是，黄总您没事没事，您放心，我一定尽快完成，然后给您发过去，好吗？好好好，打扰您了。你干嘛呢？这不正好吗？这样啊，你就能安心跟我度蜜月了。哎哎，袁野，你干嘛去啊？哎，你等等我。陈导游啊，陈导游，咱们宾馆在哪儿啊？啊，巢湖宾馆。我想先入住宾馆，可以吗？有什么事吗？我还没办入住手续呢。那你帮我打个电话，我先入住好吗？这个，哎，陈诺姐，你别理他，他没什么急事儿。于红婷，我求求你了，都火烧眉毛了。你袁爷是不是又为上网的事啊？我的那个设计图纸，我的领导急着要呢，我再不给他发过去的话，我会有重大的经济损失啊。可是上一次，你不是已经给他发过去了吗？上次那个没通过，我要全部重新制作。哦，那行，你别着急，我现在赶紧给你问一下。谢谢啊。袁爷，我要再提醒你一次，你慎重考虑好你这样做的后果。于红婷，我也再次向你声明，我现在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你可不可笑啊？于红婷，你我都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这个生活需要用钱，结婚需要用钱，补办婚礼需要用钱，出来度蜜月也需要用钱，以后有了孩子更需要用钱。买彩票我没那运气，做股票我不会，我只会靠自己一双勤劳的手努力工作来赚钱，来维持我们的生计，让你过上幸福美满的日子。你说的这些我根本就不想要，我不需要这些东西。你努力为我做这些干什么呀？你不觉得很可笑吗？可笑？我现在都想哭。袁野，都已经联系好了，这是去巢湖宾馆的路线图，你从这儿坐轮渡到二号码头就可以了。谢谢啊。哎，你干嘛？红婷，我看你敢去。哎，袁爷，红婷，你应该陪着他去啊。陈诺，我要投诉你，你擅自让旅客提前离开团队，你这是大大的不负责任，你知道吗？哎，红婷。啊，陈导游。啊，我想和你商量一件事情啊。啊，什么事？三言两语讲不清楚，咱们坐下来慢慢说。哎，你有时间吗？嗯，哎，行，好的，咱到那边去说吧。好啊，好啊。嗯，走。啊，事情就是这样。哎，这么说，这是您父亲多年来的一个心愿。是啊，这也是我来安徽的目的。看来父子泪这出庐剧对您父亲有着特殊的意义。是的，我的祖籍就是山河古镇，家父既又是听着庐剧长大的。哦，七八年父母带着姐姐去了台湾。啊，我是在台湾出生的，从文化到乡情都是地道的台湾人。可是父母平日里总是说起三河古镇的往昔，在我的心里或多或少地留下了情感上的痕迹和浓厚的乡情啊。那您这次是为了您的父亲才千里迢迢回到了安徽？35年前，家父不顾家人的反对，绕到香港，回到大陆，来到三河古镇。啊，当年我爸爸就是用这部相机拍下了三河古镇的乡情。那
为什么没有拍下炉具呢？贾富讲，当席文革刚刚结束，这些艺人都不敢演唱啊。哦，原来是这样。哎，在我父亲拍摄这些的时候，我的母亲在台湾也病逝了，可惜她没有回去，好像母亲在她的心中不重要，我和姐姐在她的心中也不重要，她好像进入了一个迷障，除了三河古镇她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她玛瑙炼草，落叶归根，您父亲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可是认祖归宗的意义又在哪里？难道不是要继往开来吗？哎，真是不可理喻啊。前不久我姐姐说我父亲病重，住进了医院，可能熬不过一年，我要从美国去看他，可是他不见我，让我替他到三河古镇去寻找一个叫杨角密的老艺人，给他录制炉具赋几类。他说要是找不到，就剥夺我的遗产继承权啊。可是马先生，我们这次的行程安排里头并没有三河古镇。哎呀，陈小姐啊，请你多多帮助了。马先生您别着急，我想想办法。啊，拜托了，拜托你了。谢谢。哎呀，咋样了老郭？能咋样？你说我钓鱼你也看着我，赶紧回车上去。我看鱼呢。看什么鱼？你在这鱼都吓跑了。哎，魏哥啊，陈栋，钓鱼呢。嫂子，您这样活着也太累了，管得着吗？我乐意。那你这一年到头就跟着旅游团？那可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啊，嫂子。陈导游，不是我说你，你说你咋跟个没事人似的呢？啊，那萧剑那头还不够你忙活的？说什么呢，在这儿？哎，咋的了？哎，嫂子，就是你俩说，不能我说两句啊。魏哥，嫂子这是闹着玩的，咱俩赶紧把事儿说了啊。正经事儿，你看你这，他一来你就来劲。马先生，啊，我给巢湖旅游局打过电话了，他们正在等我们。走，我们去三河古镇。哎呀，陈导游，谢谢你啊。不客气。哎，是不是就是这里啊？对。哎，这是谁？哎，怎么回事，陈导游？这个，我现在要和大家说明一个情况。哎，我们的陈导游啊，陪同台湾的马先生去了三河古镇。下面由我呢来代替他做这个临时导游，希望大家批评指正，看看我这个临时导游够不够格，大家说好不好？哎，好好。哎，对了对了，咱们的那个下一个景点呢是半汤温泉。你说你怎么抢我的词儿啊？我现在是临时导游一号，你是二，你忘了？真是的，二。哎呦，什么二？你是三。好好开车。马先生，这边走，啊！好，那好，走。啊，缭绕，犹如白云漂浮，此乃仙人佳境啊！好诗啊！魏叔叔，魏叔叔，您是导游，您咋不说呢？好，那叔叔现在就说。这里啊，为什么叫半汤温泉呢？因为从汤山脚下涌出冷热两股泉水，合流在一起就叫做半汤温泉。这里有72眼泉水，泉水呢清澈透明，
水温大概在55度左右，内含30多种元素，对50多种疾病都有非常好的疗效。那么咱们今天呢，就痛痛快快的好好泡泡这温泉，好不好？好，走，好好，泡泡请进，徐团长。哟，邢主任。哎呀，徐团长，徐团长，来视察是吧？哎呀，是什么茶呀？啊，对了，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旅游局的王主任。王主任，你好，你好，辛苦啊，辛苦。